哎，那个，嗯，二哥，嗯，今天晚上去哪儿录啊？哎，你先坐下。嗯，我问问你，嗯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嗯，大部分都解决了，嗯，合同也签了，就准备发货了。不过啊，有这个四五家，他就认这个凯莱集团，而且给凯莱集团已经准备好货源了，尤其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口罩厂商，哼，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呀。四五家是吧？嗯，行。 这四五家啊，咱们也不给他们留啊，他在上海不是抢咱的货吗？咱在这儿也抢他们的货。啊，抢啊！你听我说完，这样，你做两件事儿。啊，第一，去准备现金去啊。第二，让冯丽把咱拉那辆车啊，车身那字样改成凯莱集团的。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这四五家的货我一样都不给顾雨熊留。 明天啊，换完了，直接去仓库打着凯莱集团的旗号拉货去，只要货上了车，你直接付给他们现金。嗯，别琢磨，相信二哥没跑啊！这帮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家伙，见着钱保证没事的，而且咱是打着人家旗号去的啊。我呢，就负责牵扯住刘毅那大傻子。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货给我装上车，大哥等着用。 啊，嗯，好，少吃点香蕉，睡觉去啊。这能行？这跟这个价格再重算一下，啊。 喂，刘总，陆江涛跟车队分开了。我是继续盯陆江涛啊，还是跟车队啊？他们去哪儿了？车队应该是去郊外了吧？陆江涛，我估计他应该是去管教会会场了。这样，盯紧陆江涛，看死他。千万别让他跟咱们已经谈好的客户见面。只要这样，他犯不上狼味儿。好，知道了。 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哎呀，太刺激了！
穿着刘毅气场，估计鼻子都歪了。我知道二哥你干啥。哎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们得兵分两路了啊。您这刘毅小小子，要知道咱把货带走了，肯定不服气，十有八九的跟兵友们追上来了。我跟思琪啊，带着队我们在前面走，你带着这队在后面给我堵着啊，一定给我堵死喽。只要咱们到了上海，他就无计可施了。二哥，足智多谋啊！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再这样我就更崇拜你了。哥，哥，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大哥慢点啊！好。哎，前面的。